四湖鄉三輪國小長期推動語文學習，今年學生在館內詩詞創作和朗讀都有不錯的表現。對此校方表示，配合學校的校本課程，因在基本的教學方面都是以多元的方式來進行，親像是讓學生囡仔將因學習的感想甲做成卡片，將詩詞融合歌舞等等，目的都是希望能增加囡仔興趣，進一步來提升囡的學習效果。四湖鄉三輪國小長期推動語言學習，今年學生在館內的語言競賽都有不錯的表現。校方表示，這些都是因以多元的方式去結合得到的成果，包括有創作和舞蹈。到三條輪來，到三條輪來，看鮮紅的草莓漫步在砖牆上，有大大海像天空飛行，飛翔在深處的海底，最美的幸福也許在那裡，安可的心。三輪國小今年的語言課程主要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為主，除了有融合歌舞，也利用校園的植物讓學生去做觀察，然後將心得和感想用文章表達出來。我們在出校園的時候可以認識更多的植物，像我之前還不知道這個植物有在校園裡面生長，然后后来老师有跟我们介绍，我们才会知道认识这种植物。在写这个同时，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植物，它的功能还有它的别名，也让我认识了很多拟人法，怎么才能把可以把一些作文和句子写得更好。语言学习会当讲是所有学习的基础，若是对语言有掌握，连带对于其他的科目会当有更加好的理解。校方就表示，希望将语言融入生活，慢慢的来提升囡仔的能力。因为国语能力好，会带动他很多相关的学习。那其实诗是包含语文的教学，也包含情感跟心灵层次的一个表现哦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透过多元题材的一个展现，让小朋友在阅读方面他能够更喜好。那同时也能够提升他在语文的一个听说读写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哦。虽然讲每天拢会使用到语言，过来就渐渐惯习，等到失去重视。现在好会当自细汉就先替学生建立兴趣，培养囡仔的语言能力，未来在学习上也会当更加顺利。记者陈金华采访报道。